这个机会其实都很恰巧因为我跟他们两个住蛮远的，但住哪里我就不方便说了。但我跟他们两个其实住蛮远的，所以我们都是有工作的时候就是会一起，刚好工作前后我们会在一起去晃晃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两个就会说，这里可以排队打一下，打个一两道什么的，然后就在那边等。你在干嘛？应援牌子哟。对，我就会跟他们一起，所以其实时间点没有很固定，就是有时候会一起，基本上有排练啊，什么时候他们有要去玩的时候，我就会跟他们一起去。因为一切，而且我记得我看一下，找到了，这个，这是幻君送我的，有料。这是幻君送我的，我一直留着，因为这张卡上面写的 lucky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很像一个幸运物，然后我都把它带在包包里，所以这就是我的迷信。我觉得它好像很 lucky，我就把它带着。等我一下哈。干嘛？干嘛？哦，右军来，那我们右军要不要上来一下？右军要不要上来一下？对，所以我把这个幻君送给我的礼物一直把它留着，好扯哦，好有爱哦！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可爱，每天都带着，希望可以多一点幸运。看看是谁来了，整理一看下。看来了，还要整理一下，看看是谁来。好，哇塞，那是什么？好屌啊！还有这种夜灯行哦，你是借由这个直播，赶快来感谢一下粉丝，就对。哎，对对对，我赶快回答完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讲一下有关那天没有可能没有讲到的话，这样好，我刚刚回答完。好，第四个问题，姓名可以跟幻君丽姐狗赢吗？可以吗，丽姐？请问可以吗？你说可以怎样？可以跟你们一起拍抖音吗？可可以以吗？啊，那有什么问题？那有什么问题啊？他们说可以的哦。你们要敲，我要去敲他们哦。他们最忙。哇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来了，完了，都看看是谁来了，问题我刚，见了，他说姓名宝可以可梦大师，一起拍抖音吗？可以吗？拍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来了。哦，他们答应你们。所以到时候我们再一起拍。好，然后下一个问题：金明有考虑染跟蔡正妈妈一样颜色的头发吗？嗯，哇，我会不会驾驭不住啊？我还没有想那么远啊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现在这个发色大家觉得适合我，我可能就会先维持下去。对，哎，幻君那个帽子是有秀名字那个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哎、欸，那超酷的，我也有，超酷百的。思百思我哎、欸，我的那是我什的么？无名，为什么会有秀名字？我名在这里，有看到啊？有一个，为什么有？一个粉丝对那时候吧？送，粉丝送的，超赞的。羡慕了吧？孔祥好，羡慕了谢谢，吧？没关谢谢。系啊，我有你送我的喷火龙啊。好，我刚刚也才秀那个皮卡丘，我也一 直留着。秀一波啊！谢谢我们的坏。你看，羡慕吧？好羡好，慕哦！英明要 cover 蓝宝坚尼吗？哎，请问怎么有人跑掉了？很有人生气耶！他在生气什么？他一定是去变装，他带着然后那个杖。等下出现了就对好，我赶快先回答完，然后我们可以再多聊一点别的。好，有考虑有要 cover 蓝宝坚尼。可以啊，那我觉得，幻君跟丽姐，我们就一起跳好了。就是抖可音以的时候，啊，跳刚好跳蓝猫杰尼。好，那有什么问那第一题？个问题，可以送新明礼物吗？其实我个人没有很希望你们这样破费啊。就是我觉得写一些小卡片，我如果有机会可以收到的话，我会很开心。可是就是不用破费，就是其实我那时候收到，不好意思，就是觉得你。
一我们又得收下，可是你们这样破费，我们真的蛮不好意思的。所以我觉得不用不要特别破费啊，就写写小卡片，然后有机会我们到的话就好了，真的。好，然后新民爆料一件练舞时的发生的趣事吗？我们练舞时，练舞时的趣事。有没有啦？冠军哦，有没有啦？你先分享啊，你先分享你的。我在想，我没了。张凯怎样？觉得可能怎样最，没了？可能趣事我没不了。敢说，而最想要认输，最不认好玩输。的时候，刚好跟一德老师一起排练的时候。他一直给我们吃都很好吃的东西，我觉得那个是最有趣的事情了，超幸福。对，好，然后再来，我不为人知的怪癖，我不为人知，可能就刚刚那个吧，就是会很乱迷信一些事情，就是我对我来说幸运的东西不会带。是谁叫你出去的，丽姐？你为什么要自己跑掉呢？邀请了，我已经邀请了。为什么你要跑掉？没有啊，我刚刚当掉了。好，对，然后再来，哪里，在哪里可以遇到新明？他家。对啊，就我家。没有，哦，这个很，因为现在也刚好刚点，我没有一个固定出现的点，可能就是排练，可是排练的地。不一定，可能就是演唱会上，会上间，好，然后再来，英明初次见面对哪个团体印象最深？是说海，就有点像海报的那个，那我肯定是选我们自己团，因为我自己在上面，超开心，我觉得真的天很。我觉得这也蛮印象深刻的事情，就是居然是我自己在上面，然后为了这张图，我已经一直练习签，虽然可能还是没有签得很好看。然后，英明的手机桌布是我自己，然后第34。唱歌的部分，不好意思，大家不好意思，我行不行？丽姐，你可以唱一次一样的夜空吗？是不是就是这个反应？我就是这个反应哟。我想你那了，又，我想你了啊！哦，嘿，杨。哦，就是，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, yo！哇，这是军团呢、欸。这是军团。对，我觉得礼物，我觉得像我刚刚前面说的，就是如果真的，就是真的有刚好有机会遇到的话，我觉得我就会尽量收下你们的心意，可是我不希望你们破费。对，然后。会唱最拿手的歌曲吗？就算是最拿手的歌曲，我也不好意思在现在唱。然后想看新民跳，懒得跟你讲。幻君、丽姐他们找我们跳，懒得跟你讲，可以吗？还有幼君可以吗？我们可以一起跳吗？怎么会不可以？我想跳可紫以。萱的 part。很想跳紫萱的 part，那幻君想跳谁的 part？我想跳好你送，他跳那个跟你长得很像，一直被认错的那个。你说虚伪吗？你不是一哎、欸，直在你练这那样子吗？可以啊？什么像鬼？你也听到对，我的 get 高？那就后跳半这程个。要什么？
看板就知影，阮甲你相靠叫笑。哦，哦，好，你就跳他的趴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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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，你准备了几题啊？他们准备了40题。哦，你现在回到哪？你现在回到哪里？我现在回到快20了。哦，快20，加油！我尽量加速。新朋友们还没进，很喜欢的颜色是什么？绿色、黄色，差不多，绿色、黄色。想听清明唱不行，清明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脆脆的东西，就是饼干啊，或是炸的那种脆脆的东西。对，然后清明如果不是土星，想进哪个星球？没有第二个选择，我就是要土星。哎，清明，等我一下，张凯，这人家5000直播，我没有太多话语权，不要闹了。我们尊重一下，我们尊重一下开直播的本人，好不好？OK， 我想提个问题，要怎么就是更新就是那个留言、啊、我现在看不到，我现在留言是卡住的。他们说你那个上面拉一下，就是上面去，对，就给他拉一下，然后他应该就会回复，有吗？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好，那我赶快加速，加速。感谢，感谢。加速狂飙。有喜欢哪？有哪个？不要女理想型，女艺人是你的理想型。那我要讲一样的，善真，善真很赞，他真的，对，又讲清楚了，没有错，我非常的理解他。那个什么，就是 HR 有来原子少年表演的时候，就是新民一直在我旁边讲说。善真真的很正，没有没有那个咬，那个他之前在第六我那个咬唇，我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好酷哦，他就有那个很赞的啊，为什么？一个世上最秋哎、欸，我靠，你好帅哦，啊、好强哦，好喜欢、哦，最秋条那种，好，新民你可以继续，抱歉抱歉，抱歉打断。可以赶快聊天，我刚加速。我先把几个比较好的问题就挑出来，对不起大家，因为我希望我们后面有一点时间可以讲一下。喜欢哪个台湾歌手？对不起，我想不太到，因为我喜欢那个台湾的土星。我喜欢那些歌手，我喜欢那群歌手，因为这什么歌，我们自己歌，喜欢自己的哪一张照片？每一次新发的照片都是我自己觉得喜欢我才发。我觉得好，我直接跳到最后一个问题好了。新民就是说一段想给小流星们的话，好。就我觉得真的很谢谢你们，就是从我最一开始只有大概500的时候，到现在多一个零了，然后支持我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反正就是很感谢，因为我真的很珍惜这一切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上舞台的一个理由，然后我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然后他。就是一些事情，然后他反正就是我不想讲的太 sad 了，反正就是发生一些事情，但是他是我做这件事情的动力，这样，所以我为了他，我会希望我可以一直在这个地方努力，这样，然后就是很谢谢，所以我很珍惜每一个朋友跟每一个支持我的人，对，这就是我自己一直给自己的一个动力，这样。好，然后我觉得我想要花一点时间，就是让幻君跟丽姐，我想要就是我们那天在台上就是说的话，我觉得，等一下丽姐是卡住了吗？对，丽姐卡住了，她是直接现在在爱的魔力转圈圈，她是这个姿势卡不见了，对，好，那我觉得先给，我觉得幻君你可以先讲，就是我觉得我们那天好像
在台上好像就是讲的话比较赶，我觉得看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，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多聊一点，就是那天表演完大家的感受。我觉得大家第一个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我们大家那一场真的很爽，跳完真的很开心。对，就是那场结束以后，我们就觉得下台以后，我们就哇，我们刚刚好像做了一个很屌的表演，就是超级屌那种。对，但大家都很。就是也相对来说就是很感动，因为就是听到台下人在喊我们的名字，然后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啊，会跟着一起唱我们的歌，这件事情会让我们感触很深，是我们终于被别人看见，然后人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，然后有感受到我们的想法，所以就是很感动。我觉得那时候真的超好笑哦，那个第二次的 We Got Break Down，然后那样转头，原本是要很帅的点一下头，结果大家超大声，我直接不小心笑出来，太可爱了，真的有点我啊。们原本是很凶的，要往前走，然后一听到大家开始尖叫，就看每个人的那个嘴巴都合不，就是开始笑，笑到爆的那种。我有发现一个小重点，就是那时候有人拍我，然后我就看到我旁边有丽姐。那 we got break，那不是往前点吗？为什么丽姐你是往这边？请你解释一下。展现个人特色。这完全不，一步就是跳嗨了，然后乱做一通。怎么乱做？丽姐你也分享一下，就是如果因为那天可能比较赶，看你有没有还有什么想说的，就是那天的感想。就是觉得这一切蛮值得的。当我们一出来，听到那些掌声跟尖叫声，然后我完成一件小目标，就是在台上喊尖叫声，我做到了。真的，因为这种现场表演真的是最直接的，感受很直接。对啊，而且觉得就是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对，都还没跳够，然后就已经没了。对啊，我们也是，我们李焕君，你丢海报直接丢到那个天花板，真的超级好笑的。不是，那真的是意外。就是我丢上去以后，我也没想到它会卡在上面，而且我甚至不知道那边有水管，然后它刚好卡在那个水管跟天花板中间。我以为是我丢到天花板，然后它可以自己掉下来，然后这个就啪就卡住了，然后我也是没有办法。你欠大家一张海报，你太浪费了。抱歉。啊，佑君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那个第一次上台有什么想法？没有啦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跟大家讲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是谁，因为我其实也在节目中没什么表现。那也蛮可惜，就是错失掉这个机会。但是其实说真的，因为其实我自己参加这个节目的目标跟你们不太一样。那我也很高兴可以看到你们到最后是有这样子的成绩，其实是因为，我觉得真正舞台是属于你们的，然后你们可以拥有，就是得到了最后拥有那么一批很爱你们的粉丝。其实我其实是非常感动的，然后也是非常为你们开心的。然后我觉得我的淘汰，不影响，我在这一团里面，我们的感情，然后我的镜头怎么样都不，其实我不 care。虽然我觉得没有表演到很可惜，但是看到你们的成果，我其实够了，真的。其实我必须说，我真的认为我们土星的竞争是真的超级激烈。我记得从那个一德那一次的 audition 的时候，就可以感受到，大家真的是拼尽所能的想要上台。所以这就是这个名额是有限的，所以不是我觉得没有能够上台，真的不会是不够优秀或是什么的。但是我当然能够理解，是一定会很难过，或是会自我怀疑。可是我觉得，就是我记得，就像我刚看到，不知道谁讲 Max 吧，就是我说，就是哎、欸、不对，是祖安，就是我说到，在台下就是不见得就不能成长，你还是可以学习到很多，还是可以吸收到别人好的地方，或是他为什么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成就。所以我觉得在台下不是不好，只是
只是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个不会放弃的心啊，就是我们都会继续朝着不同的方向继续努力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，这样。没错啦，未来见，真的。对啊，我觉得那时候，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讲很好，就是江湖见，大家就是江湖见就对了，不管在哪里都是江湖见。好，然后看一下，对不起，问题真的有点多。我们看一下还可以讲什么。看来你是问题儿童嘛。最后的四分钟，我觉得不把一些问题在问题儿童的部分。我觉得反正就是很感谢啦，因为那一场跳完了之后，真的是大家都有一个大解放，而且我觉得也是到一个里程碑，刚好在这个时间点开这个直播，我觉得很刚好，就是到一个里程碑，大家都把最熟悉的东西搬到台上，然后给大家看，然后。我再把一些问题可以丢上来，看你们能不能也一起回答。哦，对，我刚刚看到一个问题，我回答一下。有粉丝说，好像这次没有看到你们很难过。放心，各位，未来有很多机会可以看他们表演，绝对的。他们要起飞了，各位。李高老师好，现在准备要飞。对啊，就是我觉得就是慢慢来啦。我觉得我们不着急，就我们当然都希望我们可以最快的时间进步，但就是这种事情进步。而且我觉得，我真的觉得真的超级佩服大家，因为那一天真的听说从很早大家开始。超级排队，所以真的是辛苦大家了。那天又很热、哦，我看到现实中态，看到大家排成这样，我真的觉得好扯哦。啊，我也没有想到有那么夸张，真的没有想到会这么夸张。哎，我也很想去看、欸，好想看现场哦。啊，真的，那天真的是我们全部人都吓，那个是吓到。佳琪，我下去，就是那個、我先下去让佳琪上来好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好啊，对啊。再见了，各位，拜拜，爱大家，爱你们，爱你哦 ，baby， 情话多说一点。好，我们赶紧再起。如果我们那一天呢、啊，就是我们。的第一拍没有抓到，很尴尬、欸。我真的差一点就爆掉了，太大了。第一拍是没因为其实老实讲是听不太到的。对对，没错。我来找一下。好，赶紧，佳琪，赶紧上来。我们也请佳琪聊一下他的、這個、是故事环节吗？不行啊，我们不能，我们明天都还有大家各自的事情要忙，不能弄太久。是说书人的部分吗？佳琪，Lucky 的部分，好，现在是安静的部分。我不知道佳琪怎么没有进来，他在耍酷啊，耍大牌啊，觉得自己这样很帅。你觉得你这样很帅吗？他现在拽哥啊，为什么他说马粪无法加入？不是拒绝我吧？我不要，为什么我要还给你？什么东西还给你？张凯啊，叫
叫我把那个球雷姆还给他。佳琪，佳琪，佳琪，没差，你可以先继续老师，你对你继续你的，你继续你的问答。我看一下下面的留言，有收到工作人员给的首付吗？我没有收到我自己的首付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那天很期待，我希望可以看到的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我觉得总有机会的嘛。下次我一定有机会再收到的，我相信。我觉得就很感谢啊，我觉得就已经收到很多很多东西了，所以我觉得。我很比较喜欢手做的东西，希望大家不要破费，这样就好了，真的。然后我也是希望我能够有机会收到这样。然后，好啦，我觉得已经10:01了，我们就不花太多时间了。我们最后3连拍就好了，然后留给大家，这样就好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发电机，我在家。来，我们3连拍，一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然后二要什么？这样吗？那我们就都这样咯。3、2、1，好，三土星，我这单手我另外一手架着我的，你可以手指头啊，你看，不是啊，我现在只有一只手，你这样、啊，好，3、2、1，好，我应该不会，应该是。这个直播要留着吗？应该是不用吧。通常，对不起，我第一次开直播比较没有经验，当然会留着吗？不会。有人说在、我之前有留一阵子。哦，可以稍微留一阵子。嗯，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，真的很感谢大家。然后，我觉得有什么问题，其实我蛮常回大家私讯的，所以我尽量会回复。然后，我就不在这里耗费大家太多时间了。谢谢你们，拜拜。嗯。